以下有本堂的成人诗班为我们献唱诗歌《心哉心哉耶稣的爱》。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大爱，我就想读出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至到十九节。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，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。耶稣基督的爱真是深不可测，我们真是无法只用人的思想来能够测度到或者感受到，我们只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为我们牺牲的爱。我们亦都是今天为着他的爱而活，我们更加爱耶稣基督，更加爱人。